大家好，今日是12月10号。今日个市呢是立了很多了，冚唪唥都很多都是不升了。不过跌幅又不是跌得很多。那为什么原因呢？这样很简单啦。昨天就炒说降准，今天就炒说这个外汇呢那个是存款准备金率是要提升了。那这两个呢是一个很 QK 的行动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在昨天都好，我都讲过，我对于这个降准呢我是有一点的是不觉得很 like 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这个不是中央的政策嘛。